也是它的千层已经密到看不出来层在哪里了。巧克力好香哦，要去吧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防疫，防疫破口。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去两间在北部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复合式咖啡厅，没有错。其中一间呢是金派甜点，它是我朋友之前在那边打工过，然后里面是有卖古着服饰的，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兴趣。好，另外一间呢是在网络评价非常好的动物咖啡厅，它叫做肉球森林，有动物不稀奇，它里面的动物是狐獴跟巨嘴鸟，还有超可爱的猫猫。来吧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开箱。来到了第一间，叫做金派甜点。然后它这边除了一般甜点店之外，它楼下还是服饰店，都卖一些古着。如果你是平常喜欢穿比较复古一点的，可以来这间，真的超棒。我觉得楼下服饰店超级烧到，很好逛，饰品啊、眼镜、衣服、古着、外套啊、小可爱，通通都有。重点是还有猫咪，对，我刚刚看到就三只，而且那些猫咪都蛮亲的，都可以摸它，人都超好，猫咪人都超好。而且它这边氛围真的非常非常的 chill， 然后呢，它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它每一张桌子都非常不一样。对，像我们现在这张桌子，它其实是一个算置物柜吧，国小那种放置物箱的那种置物柜。然后刚刚洋洋去厕所，我觉得大家来这边一定要去上厕所。对，它连厕所的装潢都很用心，你也可以在厕所拍很多张照片。对啊，这里真的太好拍了。除了好拍之外，我觉得咖啡厅、甜点店还是要看它的食物好不好吃。对，我们刚刚看一下它的蛋糕类品项啊，其实它的单价都算高。对，可是送来之后我就知道哦，为什么高了。我们首先先从哪里开始？来，我们那个葡萄的好了。对，来这里是今天最贵的一个甜点。这个清风白葡萄千层呢，一份是340元，而且它有三层是算是铺满的葡萄哎。乳酪对不对？乳酪巨子，对，好好吃。我自己爱甜点，但甜点对我来说每次都会有个缺点，是很容易腻。它的不腻，可能就是带一点乳酪的酸感，水果的清爽感。千层我也蛮怕，因为奶油太多。另外它有葡萄，然后葡萄又很甜很清爽，整个那个幸福的感觉不会间断。因为它是起司的内馅，但我个人会比较希望它可能是原味的内馅，因为我想要葡萄味道更明显一点。它现在起司跟葡萄有点小打架，它在我心里超完美。下一个呢，这个是无面粉巧克力蛋糕，然后一份是250元。它上面还放了蓝莓啊，然后蓝莓酱啊什么的，而且它蓝莓超大一颗的，应该不是一般的奶油，它的鲜奶油很好吃，会有它是清爽系的鲜奶油。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它其实不甜，我觉得反而是一点一点小小的小咸，可是配着巧克力，艾利克斯，然后就配着巧克力吃，我觉得超级刚好哎。而且下面那一个蛋糕体的巧克力味超级无敌重，苦苦的布朗尼。对啊，可是它还是无面粉哎，就是现在不是有些人可能戒面粉之类的话，还可以吃这个这么好吃。而且就算你真的吃到这边巧克力觉得太浓太腻的话，旁边这个蓝莓酱还是梅果酱什么的，你可以沾几口，然后再吃这个。蓝莓酱跟巧克力百搭。我不推荐你们来，我就怕我们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不推荐吗？因为他们每天蛋糕其实是有限量的，然后每天的口味可能会不一样。你以为你会常来基隆是不是？我真的好难吃，口味蛮少，很难吃，真的好难吃，真的很难吃，这个真的很难吃哦。你们不要来，不要来。订阅，按赞。过期罐头的气泡饼，它是有加凤梨柳冰的，它一份是160元。我们放一下子气泡没有，但还是可以感到那微气泡的气泡水的感觉。可是
你有喝到凤梨跟奇异果味道，可是他们没有很冲突，因为我自己对凤梨罐头没有到那么大爱，但是呢，它不违和哎。嗯，我想要它变成调酒，我觉得它变调酒一定超好喝，那个凤梨味好香啊。因为我小时候是会吃那个冷冻凤梨罐头，我知道你在说哪个，它有那个感觉，它有点带我回到童年，可是又没有那么腻，也不会很水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好棒哦，好难喝哦，不要来喝了。对啊，不要来。中红鸡店很好看，大家不要来。中红好丑，中红一点都不丰富，简约风。这一定是简约风，黑白简约风。对对对，厕所也很无聊，一点都不复古。厕所绝对没有求齿。好了，来啦，我们来喝一下这个哈。这杯是日本白麦茶，他说它是日本白麦茶，然后它好黑哦。麦茶，就是麦茶吗？奶盖味道好特殊哦，我很喜欢它的麦茶，但它的麦茶是我想象得到的味道，依然的好喝。让我惊艳的反而是上面那层奶盖，它奶盖好像有点起司味，有点咸咸甜甜的。我觉得它要配着喝，我觉得它两个配着喝会比较像一个甜点，甜点那个茶的那个味道很浓很特殊，一点都不特别。哦，它连好无聊的杯盖，杯垫都不好看，好无奈的杯垫哦，绝对没有三色，就是玻璃，然后很多图案图腾，然后还有香玫瑰锦，我们真的好无聊，你知道吗？干嘛？太无聊了吧。惊讶度没有其他那么高，但依然想说的是它好喝，它可以点。这是纯巧克力千层，280元。嗯，也是它的千层已经密到看不出来层在哪里了。巧克力好香哦。然后巧克力千层它附的一些配料是杏仁跟核桃。嗯，好软啊。哦，它确实就是过去我吃的千层那种奶油感比较重，我比较还好这一款。那你搭配前面那个巧克力酱，刚好到我喜欢巧克力的那个程度。前面巧克力酱也比较不是那种廉价巧克力酱的感觉，我觉得超赞，浓郁的巧克力。对，是有一点价格的巧克力酱。Holy shit！ 这个核桃好难吃哦，太难吃了吧，外面有裹那个焦糖哎，真的假的？脆脆的。我过去是讨厌核桃的人，但它是我想要吃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核桃。我懂，你懂真的？不是，你们有吃杏仁吗？它的杏仁很难吃，超不好吃的，千万不要试。它的杏仁吃下去有一点点那种奶粉香，然后因为旁边有一些那个糖粉，所以吃起来就微甜微甜的。它的杏仁吃起来好浓郁哦，我没有吃过这么浓郁的杏仁哦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不是你们说。很难吃，我真的不会想去试这核桃的，因为我平常也不跟你一样吃坚果类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认真来说，它真的很好吃哎，哇！我自己是深深的巧克力都爱死了，爱到不行，我就可以嫁给他，我可以嫁给这间店。问一下老板要不要去？好，要吗？哎，这间店是，如果我今天是基隆在地人，我会可能每天来，然后直到我把他所有的菜单吃完，没吃完，我可能这辈子没有办法瞑目。好了，不要来，不要来啊，不要来。我们。来到了肉球森林，嗯，妈刚刚也点完餐了，然后还紧接着很快的去体验了巨嘴鸟喂食服务。对，然后因为它的巨嘴鸟区，它现在是一定要前一天先预约才办法进去，所以如果你是当天来才预约的话是没有办法的，人数有限啦。对，我现在是喂巨嘴鸟，来先盖住，给他们看到。要看到喽！它好漂亮哦！它在你手上的那一个，它是芒果。芒果，芒果，好像哦。男生，它的嘴巴跟体型比较大。那可以帮我再过来一点，好，这样子离得近，但是不要太靠近，因为他们会打架。冰跟芒果。哦。好，掉了哦。他们是夫妻吗？对啊。他们只能用大小来分析。对，如果是鸟类的话，我们要换人喂。他等一下就会递过来了。好，我们去吧。哦，好可爱
上，他看不到你手。这个青菜很可怜哎。飞过去。好可爱哦。哎，一跳。那个跳是。哎呦。大拇哥，他以为那个是男大力吗？对的吗？我是觉得蛮值得预约的。对啊，它会在你的手上，好可爱哦！而且就是很近距离的可以跟那些动物互动，然后旁边有那个服务员会跟你解说说哦，他们的习性啊，还有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，会觉得很像在那种 discovery 的感觉。嗯，我觉得店员真的跟他们很熟，就是感情很好，就每天都在照顾他们的那一种。而且他们都是被照顾得很好，很漂亮，然后颜色啊，毛发的光泽都很亮。嗯，然后其实这边有非常多的猫咪，好像九只。对，那门口一进来有贴什么猫咪叫什么名字，对，或是它的特征。然后这边店员在你进场之前，我觉得都非常仔细的讲每一个注意事项，就真的有在爱护这边猫咪，然后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规矩。超可爱的，而且它的毛好蓬松哦，是真的都顾得很好哎，而且它们也很放松，可以摸摸吗？可以吗？好像有点不太想。哦，我的它好可爱哦，而且它是异色瞳哎。哦，它的尾巴摇得很厉害，但是。我不知道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。猫咪咬你刚刚是不是不开心？真的。好吧，那这边还有一只。这里也还有一只，你看。哇，厉害！拍屁股，拍屁股。哦，这边低消是一人一杯饮料，所以我点了一个他的奶茶。哎，它这也是猫咪耶。对耶，好精致哦。你看鲜奶茶是好喝的，它的半糖还是蛮甜的，如果你平常比较没有喝那么甜的话，可以点微糖就好。好，来，然后我们的饮料呢，我是百香果绿茶，然后我选无糖，我想就果汁感的。哎，它的料给的很多耶，你看下面全部都是百香果。然后我点的是浓可可牛奶，这是完全新鲜的水果，它整体就是在吃百香果本人的感觉。嗯，酸好像还好，茶味比较淡，但是就是百香果很突出，还蛮喜欢的。然后这个浓可可的部分呢，就是浓可可，我也有空。对，我们先点了一份这个起司鸡肉甜甜圈，因为觉得太特别了，太特别，太特别了。而且是主厨推荐哦，他们这边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点什么，其实还蛮多可以参考的。然后我本来以为它的起司鸡肉甜甜圈就是上面这一层起司，不是哎，它在鸡肉中间，是不是太夸张了？好像鸡块，然后会爆浆起司的感觉。然后这个白白的酱哦，我刚刚小沾一口，是起司酱，浓上加浓。哦，那种好酷，感觉是那种鸡腿肉还是鸡胸肉，里面卷了起司，然后上面再铺一层起司，然后你还可以沾起司。对，我觉得它的整个口感味道介于那种意式香草鸡胸肉跟鸡块中间，好多汁哦。其实应该是说可以当饮料喝哎，太夸张，还有个珍珠吗？我们另外还点了那个炸鱼三明治。我觉得有点那个哎，麦香鱼的感觉，可是它比麦香鱼还要再更咸一点，一样有那个酱，可是那个酱不是酸的酱，也不是美乃滋，也有点起司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橘色的酱，我觉得整体吃起来蛮好吃的，很美式的味道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带皮马铃薯沾爆浓浓的这个酱，这个酱是超勾的哦，不会滴落的哦，加好加满。吃下去，人间天堂。我就已经上天堂了呢，旁边还有猫呢。等一下，让我们看狐獴。
现在在你身上的这个是汽水，那它是另外一只是木耳。那汽水的话呢，是他们两只都是公的，然后两只都三岁多了。嗯，来，哎，他刚是踢你吗？他们说，如果你不怕的话，可以躺着给他践踏。等一下，防疫，防疫破口，防疫破口。五十块。阿伯，你这样不行啊，阿伯。来，刚刚跟胡蒙玩觉得怎么样？超可爱，而且你这辈子真的没有这么近距离跟他互动哎。就是他们两个个性也非常鲜明，吃超多的，很爱吃。然后另外一个真的不知道在忙什么。而且原来胡蒙这么亲人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我原本以为胡蒙会再大只一点，就好小只哦。它有点介于那种吉娃娃再小一点小只。也原来很喜欢那种搔痒啊，摸摸，然后好像爽到翻肚翻白眼，太可爱了吧。对，然后小提醒一下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太很害怕虫的话，你可能。在喂食的时候就先稍微避开一下。我挖这个洞，它就一直狂塞，然后不让它挖开，它就超生气。不给你。现在你以为你赢得了我这个智商超过一百的人吗？好，我们两间咖啡厅都去完了。然后呢，稍微补充一下，就是肉球森林，我去结账的时候，店员非常的推荐他们家的意大利面。他说我们家意大利面超好吃，下次来可以点点看。他们其实是主食偏多的啦。对，以上这两间复合式咖啡厅呢，都是我们三个一定此生一定会再去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再访的。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喜欢的、推荐的复合式咖啡厅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。等一下，再也是，1、2、3，加入会员。